おっと、はトン、よいしょ、おっちょ、邱天喜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天哪，你该不会真的被蛇咬了吧？我好像真的被蛇咬到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看，你看什么？你不要看。我帮你看一下。你要帮我什么？你要怎么帮我？你跟我说，你要怎么帮我？有齿印，我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毒蛇。是的话，要赶快把血吸出来，不然你会死掉啊！等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你告诉我怎么看，我自己看。你不要再扭扭捏捏了，我来帮你。你只要看，你是变态，你转过去，我自己看。你给我站那儿啊，你不要动啊，我自己看。到底是咬到哪里了？奇怪。邱天喜，你该不会被咬到那里了吧？不是啊，你这胡说什么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让我帮你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不要，我叫你不要看，你是变态。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到底是要脸还是要命啊？我活着，我当然要脸啊。但是，如果真的会死的话，我还是要命。那你就别再扭扭捏捏，我帮你看啊！哎呀，啊！怎么回事，春喜？你好像真的是被毒蛇咬到的。毒蛇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确定吗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你再帮我看一次了，快点！人命关天，保险起见，我觉得我还是帮你把血吸出来吧。真的要吸血啊？那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哎，不要脱掉啊！跟他拼了！